等飞机，要飞去澎湖马公。来到摩西分海，难走。好漂亮哦。我来买一张。安吉霞要身份。嗯，拜拜。
不要吃。那你帮我买。你要吃几个？一个就好了。那个是什么？在那边嘛，我们走到观音亭那边。选一个比较好看的位置。
花火节。
脚步，我们的2017，我们在澎湖，我们要选在这